Hello，Hello，Hello， 我们又见面了。好，大家好，大家好。来，小心哦，坐。对，这个椅子有点大。好，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是。我看哪？你看这，不好意思，镜头有点多。在。镜头角度可以把我调的美一点吗？你已经很美了。好，谢谢。是。大家好，我是雨琦，很高兴今天晚上来到佳琪的直播间。哎，我们俩都叫琦啊。是。哇。那怎么样？双喜组合，本家对，王炸组合就是我们两个。是，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雨琦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雨琦姐姐对钻石是就颇有研究。是的，就感觉。因为我觉得你声音好大，我不能输给你。不，你稍微的收一收。你嗓子也保护一下，没关系。就是在我旁边感觉会失聪，对不对？对对，不是我耳膜有点受损。耳膜有点受损。其实就雨琦姐也对我们的钻石是非常有研究的，就是这一颗钻石在你心目当中就是什么级别的，我就是你觉得就是钻石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级别？钻石当然是在我心目当中它是有不同级别的，那这也是跟价钱是有关系的。但其实我对在钻石这种东西，哎，说实话就是到今天了嘛，其实它是什么级别真的对我没有那么重要了，主要是看是什么人送的吧。哦，所以现在是比较想要看是谁送给你的钻石的感觉。就是你自己觉得很有感觉的人送给你的那个钻石，哪怕是个玻璃球子你也觉得很珍贵嘛。哇，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就钻石其实代表的是更深一层的就是爱情或者是真爱的感觉，所以而且在我面前就不用送钻石了，反正都是我自己买嘛。都是自己买的，你们就不用费这个心再去给我买钻石买玻璃球子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已经有很多了。哎呀，就是、因为你我可以自己给自己买，就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那你觉得就是跟我们所有女生来说的话呢，如果她们要选一个好的钻石的话，你会推荐她买什么钻石？因为你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一克拉以下的钻石是不值钱的，对，是不是？对，我其实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要有品牌的选择，比较有保证。是。然后呢，今天我来的也是带给大家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是。所以，我要拿太多了，眼睛对太多了。今天其实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厉害的给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10克拉，是这一颗吗？我也想要挑战一下直播间最大单价的给大家。这一颗是对，是10克拉。这一颗是不是10克拉？这一颗是10克拉在那儿，10克拉在我们那个大盒子里面。哦、这一颗是我们今天会带的。这一颗是，哦，这是那颗送给我的三哦，对，三克拉的。这是人家老板不对。品牌，别人家老板，品牌方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对，真的，品牌方老板，我手有点空呢，没有，你带，我不好意思把别人送给我礼物，不，但没但是这个意思，我明天可以再快递一个过来，不，这玻璃球子，玻璃球子可以，所以哇，我觉得哦，好好看哦，对，这是一个三克的，哎，这个设计我很觉得很漂亮，是，你看它有一个红。红宝石，红宝石的这种香坠非常的典雅，而且我是最近的才发现啊，其实就是三克拉的钻戒，平时佩戴起来就非常的合适，好戴，哦，而且又有气质，而且呢又不输场合上面那种啊，就是如果要跟别人稍微比一比，对对，你也够，你一克拉，哎，我三克拉，对，然后它这个大小尺度非常的实用，是，所以三克拉你很喜欢，对，最近出镜率还蛮高，我一直完蛋了，老板，下次我们来，我们再带三克拉来，因为雨琦姐姐说了，现在三克拉比较的什么，比较的好戴，因为比一克拉更加的就多一点点，对，对，就主要是客气一下嘛，人家送的嘛，这样说一下。好的，那既然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么懂钻石的女人，而且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很专业的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讲讲钻石，因为他会从不一样的角度，然后给大家输出我们应该在买钻石的时候注意一些什么点。那我们再掌声欢迎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讲师，好不好？欢迎！你好！佳琪你好，你好！那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就地方真的没有很大，所以我们就要稍微往前坐一点点。好啦，那美们，今天佳琪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钻石的就理解吧，或者是我们如何买钻石和选钻石。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钻石是真的单价比较高，是十克拉的钻石，而且我们本来从一颗，然后我们就做到了三颗给大家，所以这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品质都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钻石。那老师，我们选钻石的知识，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什么？其实最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钻石的品质。钻石的品质。对，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会常规的就是说 4C, 但我相信佳琪姐肯定是非常懂了。佳琪老师。哦 sorry, 没有关系老师。太紧张了。可能老师比较紧张。对。
我知道的话，四 C 可能会代表什么？代表就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你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就进度好像是一个，对不对？嗯。然后还有就切割，然后包括它的钻石的色泽，然后包括钻石的克拉重量。克拉重量，对。所以这四个就是表示钻石的四 C 去衡量品质的一个标准。对，是。嗯，所以老师，我们今天带来的钻石，你觉得它的四 C 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达到了绝对完美。绝对完美的标准是。今天可以鉴赏一下给老师真的很感受绝对完美的标准。其实我老师我们直播间我脑子转换的是数字。所以雨琦姐你还不知道我们是多少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价格。我不知道。我来告诉你。我觉得你先猜一下价格好不好，我们先把第一颗十克拉拿上来。对，等一下，绝对完美的十克拉是绝对完美的十克拉。这个直播间里会有人买这样的。我也想挑战一下啊，就是这是真的是我们直播间最高客单价。那雨琦姐姐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打开一下？哎，我现在鸡皮疙瘩有点起来了，真的吗？所以你今天准备好那个就是像一起下单了没有？你看一看，你可以先看感受一下。Oh my gosh！ 不好意思，我要戴手套吗？我专业一点，我专业一点，我戴个手套，我戴个手套。对，我的是不是看到他的时候，一个手套都不行？你是不是觉得看到他的时候还是有点激动的？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在发抖。哇，这一颗，嗯，我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说，我还算是半个行家啊，是，超级棒，鸽子蛋，非常漂亮，好好看哦，切割色度就非常好，哎，我怎么看他的这个？这里是聚焦镜头，对对对，在这边，我跟你们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好看，很好看哦！所有女生，这一颗真的特别亮，而且就是雨琦姐姐最喜欢的那个款式，叫做“为爱加冕”，因为它就是带了一个皇冠的感觉，中间还有一个红宝石的镶嵌，很美。哦，你说它是绝对完美，我绝对相信。真的，所以雨琦姐姐一眼就看出来了。非常的白。那所以老师，这一颗钻石，这一颗我说实话，这一颗其实比我自己那一颗要好，色度要好。真的吗？我那个还没有到绝对。真的吗？专家级的眼力，真的真的真的。哇，雨琦姐姐，你都不用用这种放大镜看吗？我开始看的时候还这样，一直这样对着他看。是看不用，我看那个其实我看不懂啊。但是我看他的色泽，眼缘真的是漂亮。眼缘，漂亮的美们，钻石女神认证的美们。美们可以买它了，今天晚上好不好？那老师我们再说一下吧，刚刚我们说了四个等级它就是比较接近绝对完美的，那第二个还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型什么型啊之类的，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一颗的话，它是标准的57面的一个镯型，57面的镯型，圆形的钻石，是因为上十克拉以后，就是上这种特别大克拉的数量，一般的切割都不舍得切成圆形，所以我们在拍卖会上你会看到异形的比较多一些哦，因为保重它的重量。是的，但是所以切圆形是不是很费石头啊？对对对，损耗的非常高，非常大，哦，没有特别好的才就是特别好的工，就师傅的手艺才可以把它切成这么漂亮，而且要特别舍得。是，那老师，我觉得大家买钻石可能会比较就是关注的点，就是它有没有证书，或者它证书有多少个证书，它的品质是有多少人已经帮他去背书过的。那像这边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会提像这种典藏级的，我们会提供这个标准的美国宝石学院 GIA 的钻石证书。GIA 的钻石证书。对，而且它非常特别的点是在于，这种常规的 GIA 证书可能我们都已经都见过了，对，是很多小伙伴都有见过，然后直播间美眉们也都见过。那像这一张是它的钻石类型的分级证书。这个证书其实在外面是很少见的。这个证书是外面很少见的。对，证明它是一颗二 A 型的钻石。是的。雨琦姐姐，我不懂二 A 型。我这边可以解释一下。对，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二 A 型是什么意思？一般的钻石的话，它会分成一 A、一 B、二 A、二 B 四个不同的类型。哦。那么简单的来说，二 A 型就是天然钻石里面的氮元素的含量低到所有的科学设备都很难检测出来的程度，哦，所以它是非常纯净的一颗钻石。OK， 我懂了。你懂了？对，就是感觉就是很贵。那今天我们我现在其实不是懂，我是有点晕，看真的，我也好想买。我觉得你今天可以，这个，真的很漂亮。姐姐，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 offer， 因为你来了，啊，所以你知道钻石都是一口价，对不对？特别是大克拉的钻石，在线下买是不减钱 的，是的，就是多少钱就多少钱，标价多少就多少。你知道姐姐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颗钻石，就这一颗你手上拿的这一颗，它是 10.26 克拉，它的标签价929万。哇。买929万，今天爱度跟雨琦姐姐来直播间，所以我们这一次送给大家的是雨琦姐姐在你左边。往左边。520万的
一共有多重啊，美们？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会送这条520万的孤品项链。到底是来了个什么地方？太可怕了！所有女生，我们会送520万的孤品项链给大家。哇，这个挺适合我，这脖子上有点空了。这个真的很好看，请大家看这里。正好场合都戴着它，真的很好看，很漂亮。非常漂亮。因为它上面是有到什么？是有到非常多颗的小钻石在上面做拼接。它这是黄钻跟白钻的结合，它一共是有到185颗的天然黄钻，天然白钻是179颗，一共是365颗，而且钻石的总克拉数。小帅哥挡住我了，因为我不能说错，钻石的总克拉数是 78.96 克拉的钻石项链送给大家，是直接买929万送520万，三八节给你们的福利 I do, 好不好？而且这个做的也很漂亮，很精致，而且它是孤品，它只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来咯，我们直接上链接吧。好，雨琦姐姐，这就是我这辈子卖的最贵的一个东西。我也是，我也没有在直播，没有卖过这么贵的东西。所有女生，我都不知道怎么卖。我们在卖之前跟大家先说一下啊，第一个，所有的钻石，我们这个其实是用到的那个，就是我们品牌的钻石。我们给到你们的话是都没有佩戴过的新钻石，而且你们只要今天拍一下，我们会有客服一对一的服务，而且是有专人的服务给到你们，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从帮你去量手围，帮你去重新改戒脱等等等等，都会重新给到一颗新的钻石给你们，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那如何想要购买到我们的这个钻石，请在你的支付宝余额宝里面先放上50万定金、哦、我们直接我说这功能都有开，什么时候连这功能都有了？对，我们先报50万的，就是50万元在支付宝的余额宝里面，我们直接拍50万元预付定金款，然后我们后续会有专业的 iDo 的专家，钻石专家跟你们去做后续的工作，好不好？所有女生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来咯。 Oh my god, 是我的天哪，这个灵也太多了吧，后面真的是非常紧张。已经开咯，我们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还没被拍下，没了，姐姐没了，雷佳琪卖了钻石，姐姐在钻石没了，哦，妈，我都已经发抖了，谢谢你，辛苦了，哇，真的像一场梦一样，这个东西真的会让人，我的妈呀，哇，让人疯狂。拍下那位要赶紧付，要赶紧付定金，好不好？拍下那位真的赶紧付定金啊！如果没有付定金，我们会踢人出来。我真的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我都已经很热，我都感觉流汗了，太开心的感觉了。好了，你拿走了，你赶快拿走吧，我也怕我。你怕你忍不住，我忍不住了。我觉得那个雨琦姐姐的工作人员哈，手机不要给她，真的给她了，可能接下来下一颗就要买了。今天晚上都把我拉黑。接下来我们还准备了第二颗，是异形的新型钻石，是 10.27 克拉给到大家。来，我们让雨琦姐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爱心型的，哎，这个爱心型好饱满哦，所有女士，这个爱心型太饱满了吧。美们，那老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爱心型的钻石好不好？嗯，好。它是什么颜色？它是有多好？它是最顶级的地色钻石。最顶级的地色，哦，因为我们都知道，钻石的颜色会分成23个不同的级别。是，它是排名第一的地色。地色，它是地色的爱心型的，所以它的品质和它的净度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对不对？对，它的净度达到了 VVS2。非常高的一个级别。我觉得我看到姐姐就是又是价格的事情。对，我觉得我看到姐姐这个表情就知道这钻石一定很好，而且10.27，而且是新型的，因为很少会有做新型，因为我据我了解是新型的话会更分材料，是的，因为它整个的切割如果稍微尖一点或者胖一点都不好看，而且它是非常的正新型，对，它是正新型的。我有见过长一点的或者再宽一点的，或者尖尖头的，对，完美的还是第一次看到，还是第一次看到，造型非常的饱满，非常好看这个形状。是，所有女生美们，这一颗 10.27 克拉的标价是799万元的新型钻石，我们今天晚上买会送大家，来咯，价值462万的，每一颗10克拉都会送，会送一条价值462万的美门 18K 金豪 18K 金的豪华钻石项链。这个钻石项链的所有的钻石的总重大概是 82.79 克拉给到大家，有没有仿佛像戴了一个那种就是丝巾，钻石丝巾的感觉，上面对对对对对，好漂亮哦，我们会送这
这应该属于是艺术品了，真的相当于艺术品给大家了。艺术的作品，对，这是一个就是老师的作品，也是孤品给大家。嗯、好了，那我们马上上第二款钻石给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二一，第二个时刻啦来喽！美们，第二个时刻啦要来喽！你们准备好了没有？马上开链接，老板开链接，你不要就是没了。我没有看到，姐姐不要冰岛，姐姐不能没有，还有第三颗呢。我不想看了。你不想看了？我也想去拍。你也想去拍？手机交过来。又拿走了。好了，那麻烦姐姐，我们还有一颗，这一颗是。你们我真的出手汗了。对，整个她的手心都是热的。来喽，所有女生，第三颗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最后一颗，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是收藏级别的钻石了。老师，我们来讲解一下。这颗就是我们说的绝对完美，就是它。老师说这一款这一颗钻石是达到了就是什么就是你说那什么无什么无什么内外无瑕的级别 FL 没有任何的瑕疵，所有女生这一颗是内外无瑕的 10.18 克拉，它标价是1176万的一颗，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钻石就是巨漂亮，也是不能比，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钻石比钻石也气死了那种。对，它有点跟美女比美女的感觉是啊，对，看钻石，真的太漂亮了这一颗，美们，这颗的颜色啊，顶级颜色地色，然后它的钻石净度是 FL 的净度，嗯，而且这一款是无荧光的，3EX 无荧光无荧光的一款，美们，这个是就是所有的 4C 的级别都是最高级别的，对，除了贵几乎没有任何缺点了，除了贵就是没有任何缺点了，就比较偏高级别的了哦，所有女生这个。标签价1176万，这个是真的是最贵的一款，但是我们会送大家 18K 金的钻石项链，价值456万，这条也好好看哦。这条是真的值钱。真的吗？它不是好看，它是值钱。你看它的黄钻，嗯，很大颗，嗯，它的黄钻很大颗，嗯，我们会送大家这一条，这个是值钱，458万的给大家，嗯，真的我很想买这一颗。我的同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因为很想把它送给妈妈，哦，真的很，真的很想送给妈妈。妈妈值得拥有这个三八节当礼物，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了。来喽，美们，黄钻14.41克拉，白钻22.29克拉，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来喽！所有女生来喽，我们最后一颗1176万的。你们只要付定金，付完定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的。定金付多少？50万，都是50，没了。感觉我们接下来卖一克拉，应该就是那种轻轻松松的，或者那个一克拉就感觉很便宜了。不用卖了，我觉得。谢谢老师辛苦了，把你的赶快把它带走，我们弄掉了我都赔不起。找几个保安，找几个保安，把他照顾好，把他照顾好。好啦，那今天雨季节来，我们所有女生快速给大家真的可以给到，就是我觉得大多数女生一些福利，因为我们最近也是马上五一节了呀什么之类的，大家结婚的比较多的在最近，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美们 iDo 一克拉，姐姐知道买钻石一口价不减钱，嗯，这一次 iDo 给我们让所有女生可以买得起一克拉，嗯，是直接减一万，哦，真的，就是线下的价格 iDo 这么多年在线下卖了这么多的结婚钻石，但是真的 iDo 减一万，拍立减直接减一万的一克拉是真的很划算很划算很划算了，是的，美们，大家先量好指围，如果知道指围的就直接赶快拍。那其实 iDo 还有一个服务叫做什么，叫做实心实美的一个服务。那什么叫做实心实美，佳琪快速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买实心实美，我们买克拉钻石，我们会送大家一个小粉盒，我们帮大家把小粉盒拿出来一下好不好，我们会有放大镜，然后切工镜以及腰棱镜，就这个小粉盒让你最好的可以观赏到你的一个钻石的品质，然后这里面我来帮大家打开一下啊，就这个小粉盒我们会送给大家，嗯，然后它里面会有很专业的去看到我们钻石的一些漂亮的火彩啊等等等等等等，美们，今天晚上我们今天晚上的买的克拉的顾客我们都会送这个小粉盒，还有真爱密码，其实刚刚姐姐那一款三克拉的戒指你的礼圈都是有那个真爱密码的，是的，说可以有刻字服务，它可以刻18个字以内的一个真爱密码，同样还有专属密语，就12种生日代表的不一样的幸运的钻石可以任选两颗，还有可以享受
求婚服务。这是线对，这是线下爱多多给大家的这求婚服务，就比如说他可以帮你去求婚，或者帮你制造求婚的那种场景出来，就很贴心很棒。而且啊，每一个结婚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 iDo 都会送上一份礼物给到你们。同样十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iDo 会送上超级大礼包，还有所有女生一对一的珠宝顾问的专属服务给到你们。所以一克拉今天晚上在我直播间买和在线下 iDo 店铺买都是一样的活动，但是我们今天晚上是再额外减10000元给大家，本来就18颗，老板加到了101颗。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因为每一颗钻石它的那个进度和它的切割都不一样，所以钻石的价格可能在9万块到5万块之间不等。所以你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价位预期，对，如果你们有心理价位预期，我们就可以买预期的价格，但是你们拍下都减10000块。但是姐姐，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iDo 家最最最明星而且卖的最好的两款，一个是你喜欢的真爱加冕，一个是他们家非常非常有名的埃菲尔铁塔。这个很帅气，是，就这个就他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帅，就是它是倒立过来，就是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感觉，就是为爱倾倒的寓意。在巴黎那一带是吧？对对，在巴黎戴的话就很应景嘛。然后还有这一颗就是我们的真爱加冕，它的前面会有到一个皇冠的设计，然后它这边会有到一颗就是红宝石，就很漂亮，感觉给你的最喜欢的那个女人戴上了一个什么，戴上了一顶皇冠，让她做女王的一个寓意。那所有女生，这两款都是线下的一个公主款，一个超经典热卖款的埃菲尔铁塔，你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生拍下直接减10000元给大家，来喽，三二一，上链接。我怎么那么激动？所有女生，一克拉来喽，只有101个。你们如果先买的话是现货的，我们有尺围选择。如果你们是没有买到现货的话，我们可以上预售。预售的话就直接定制尺围，好不好？直接现货都没了。现货没有了，老板加预售。来，我们再加预售钻石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马上再加预售，我们把101颗钻石全部都补上来，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最近有结婚的女生真的赶快抢它，美们你们先可以拍已经有圈号指定的10到14号的圈号，我们可以接受上下一个圈号的一个改动，但是我们还会上几十颗给大家试，你们可以定制圈号，买完了之后我们直接定制圈号给你，好不好？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客服给你们做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拍下我们的钻石，马上101颗全部加给大家来了，马上101颗全部拍给大家。老板开链接啦，你已经下架了。老板赶紧啦，老板赶快上链接，赶快开链接，不然让我们的美人们久等咯。开咯，所有女生，一克拉已经开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哦，一克拉的已经拍下了，好不好？喜欢佳琪姐姐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谢谢大家的支持，直接拍立减10000元，然后又80颗、我看看还有多少颗，40颗、一克拉还有多少，36颗，最后的24颗咯，所有女生，一克拉最后的24颗咯，记得拍下赶快付款，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姐姐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雨琪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那我们每个嘉宾都会送给所有女生一句话，如果要你说的话，今年你给他们的一句话是什么？今年就是大家还一句话太少。我先说买钻石这件事情，对，因为我特别激动，现在因为这个事情我也自己是比较喜欢的。是，钻石其实不只是别人要买给你的，你也可以自己买给我自己。是，因为其实什么样的东西都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个定义。是，所以我们其实买这个东西呢，有时候不是为了就是让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其实都没关系，就是要取悦自己，自己开心就好了。是，所以送给女生一句话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自己开心最重要，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雨琪姐姐，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还有一个抽奖给大家啊！谢谢雨琪姐姐，辛苦了，谢谢，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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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直播间非常费嗓子，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